把玉儿带来给我看，是不是有原因？夫人说她要把人燕跟丹芝卖给别人。我把人燕带回来时，很清楚的说过，把她留在身边的必要性，山里的买卖就当没发生。这我可办不到。请问参议大人在吗？您转卖给我吧。看来是播种的好田地，她是我的女人了。我无所谓，我想要的是个儿子。 人燕和丹芝的事，您要袖手旁观吗？要离开的人早就决定，他一离开这个家，马上就会被除掉。这件事你不用管。侍女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。